191集，接连对抗，大火滔天，他整具躯体都被火光淹没，赤红霞光飞舞，宝树乱飞，将大地撕裂，将山石粉碎。那只獠牙发光，化成飞剑，纵横劈斩，所向披靡。起初，小不点儿都没敢硬汉，让一群蚁种看得阵阵心惊。枪的一声，突然小不点出手，开始硬汉通体鲜红欲滴的飞剑，爆发出无尽符文与雷芒，要收服这件宝具，铿锵作响。飞蚁变色，大战数十回合后，他已经萌生退意，宝术尽出，火光滔天，都奈何不了对方。而这还是因为有空中那头鸾鸟共同参战的结果，他就要逃走了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小不点儿背后突然出现一轮神月，银白而璀璨，刹那飞出，撞在了肥姨的赤红神剑上，嗡的一声轻响，银色光辉朦胧，银月将鲜红而晶莹的飞剑笼罩，禁锢在当中，使之不能飞逃。随着小不点实力提升，他对宝术的领悟与理解更深刻了，故此变化渐多，威力也更加的强绝无匹。飞蚁变色，这件宝具绝不能有失，乃是他自身最强符骨化成的，被他祭炼了十几年，才渐渐的化成飞剑形状。他向前冲来，想要夺回，火光更加炽盛了，耀眼无比，将地面化成了岩浆，沸腾不止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小不点欣喜，收回银玉。这一次没有动用金色骨解，不曾损毁对方的宝具，终于得到一件完好无缺的兵器。飞蚁暴怒：“还我！”他神色狰狞，一道金光飞出，嗤的一声，龙角剪还是出动了。划出一道血光，飞蚁差点被截断，鲜血长流。接着小不点一翻手，晶莹而雪白的宝镜照出，雷电交织，这一次全部轰在了遭受重创的飞蚁身上，他难以防御。啊的一声，飞蚁惨叫，通体焦黑，横飞了出去，难以起身。与此同时，小不点儿再祭金色的骨解，令他冲霄而起，斩向天空中的鸾鸟。这一系列功法与动作都是一气呵成，从肥姨突然被骨解击中，再到此剑冲起，快到让人反应不过来。一道金光划过，天空中的鸾鸟大叫，五色羽毛凋零，腿部遭创，被斩下十几斤血肉，坠落在地上。同时他的翅膀已被骨茧缠住，金光不断闪烁，铿锵作响，最终他摆脱，逃离出去。可是一只神齿却被绞开了一个血窟窿，坠落下一块贴着羽毛与血的宝肉。五色鸾鸟惨叫连连，不敢降落，在高空盘旋，所有人都震惊。这才一会儿功夫而已，四大强者就败了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小不点问道：“大红，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好嘞，就等着下锅了。”大红鸟在山门前开口，早已架好了一口大锅，里面的水已经沸腾。小不点擦了一把口水，抓着五色鸾鸟的大腿肉，还有一块神翅上的肉，霞光闪烁，锐气蒸腾。这两块肉烤着吃。然后他又来到肥姨近前，直接将他拎了起来，扛在肩头。蛇羹最好吃了，还是炖吧。他拖着战利品向着山门那里走去，招呼九头狮子：“小弟走了，我请你吃东西。”途中各大种族的天才莫不避退，这也太凶残了吧，真要吃啊。这次再也没有人敢拦阻。山门外有一口清泉，小不点扔下战利品后，洗了洗脏兮兮的小脸，露出了真容。大师，
虚神界的熊孩子。人族中一些天才大叫，全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。小不点露出真容被认出后，自然让众人震惊，这个地方顿时一片沸腾。远处一头金色的鸟歇尼、酸泥、吃龙、貔貅等也诧异古怪地看着他，但并没有动手。一只蝴蝶翩然起舞，蒲魔术一摇动，也都做了旁观者。真强啊，毕方自语，眸中爆发出刺目的光芒。我没看错吧，居然真是他，虚神界的熊孩子进入百段山。山门外喧飞，所有人族天才都哗然，难怪有人发出悬赏要摘取他的人头，他真的来进入了这片小世界。见面更胜闻名，可怜的肥姨，可怜的三眼族天才，可怜的五色鸾鸟，竟然遇上了他了，真是无愧其威名啊，人神共愤，熊孩子。人们惊叹，想到他所做的那些奇葩事，一阵感慨。很多人也都想对他做点人神共愤的事儿，结果都倒了大霉。人族天才又是吃惊又是震撼，同时还觉得很兴奋，小破孩如此凶残，这次是针对其他强族，大涨了人族的威风。哇，真是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见到熊孩子真身，有点不可思议呀！一些少女叽叽喳喳，水灵灵的大眼睁得很大，恨不得一起挤上前去。只是山门那里都是强大的彝族，他们不好闯。当然也有人愤懑，在虚神界时就对小不点不感冒，现在愈发仇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无论是古国还是虚神界肯定要沸腾啊，这熊孩子愈来愈凶残了，极品到了一定的境界。这个地方一片喧沸，连其他种族的天才们也知道这个熊孩子的来历，知晓了他过去的辉煌往事，不禁目瞪口呆，这家伙也太另类了。山门旁清泉干裂，咕咕而涌，大红鸟架起一口黑锅，张口喷吐神息，火苗腾腾，将锅中水烧得沸腾。赶紧着呀，早就烧开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兴奋到颤抖。肥姨这种神蛇对于鸟类来说有致命的诱惑。你来收拾。小不点将怪蛇扔给了他。好嘞。大红鸟答应的那叫一个痛快，以羽毛擦了擦嘴巴，真怕口水忍不住落下来。肥姨浑身火红，鳞片密布，坚硬无比，有一道道赤霞闪烁，敲在其躯上当当作响，比铁石都要坚硬很多。它有一个头，自颈部以下分成两道蛇躯，每条身体上各有一只翅膀，组合在一起才能飞起，共有六只爪臂，像胶爪，赤色鳞片密布，可以轻易地撕裂铁石。真难收拾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蛇。大红鸟满头大汗，因为这蛇的赤色鳞片太坚硬了，用尽力气才从被闪电劈中的焦黑处拨开了一小段而已。最后他从小不点那里借来金色骨解，终于加快了速度，将肥姨拨开，而后又剪成一段又一段。肥姨的肉晶莹洁白，相当的滑嫩，流动霞光，还未入水煮熟就已经散发阵阵清香，令人馋涎欲滴。好嘞，熬一锅蛇羹，这绝对是人间美味啊。大红鸟麻利地将晶莹的蛇肉放进锅中，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熬炖。紫雕也凑到近前，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转动，暗暗咕噜，那人族少年真可怕，看来一定要与他打好关系，万一被他吃了怎么办呢？这里还有点精盐，不要浪费掉。小不点扔过来盐袋，
让他省着点用。在沙漠中解决掉羽族一群强者后，小不点曾经去寻找自己那些遗失的宝具，将一些调料重新带在了身上。这个时候他正在清泉旁亲自收拾那块鸟腿肉以及翅肉，褪尽发光的神鱼洗净后，他让大红鸟扇动双翅释放烈焰。小不点很耐心，将这两块数十斤重的血肉宝药架起来认真烧烤，时间不长，肉香扑鼻，发光的肉块开始变得金黄油亮。小不点咽了一口口水，哦，好香啊。不要说是他，就是围观的那些遗种也都喉结在动，偷偷咽口水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血肉，乃是五色神卵的血肉，有几人可以吃到呢？霞光一缕缕，腿肉与翅肉金黄油亮，油脂滴落在火中发出嗤嗤的响声，引人馋涎欲滴。这绝对是大补药，吃下去能让人精气滚滚，力量无穷，实力可以提升一大截。